边的这个名字，这是最方便的。政治啊，对，政治对。不是，因为政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思，对，所以说你找到不对盘的话，哇，那我也是跟我同学什么垃圾，是去吃饭，那时候是马英九，他就在骂，政策搞的。搞的什么什么失业率，搞就是像你这样的，因为年轻人到我们这边都在抱怨，抱怨你就拜托我们吃顿饭，可不可以不要讲政策？那害我咽不下去。其实没有，就是在这里。整个这道之前大概一二十年前，就是一些大学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时候大家就讲，然后怎么讲？我是说，十一年后告诉你。